那今天我们是做这个地藏王菩萨本尊法的同修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地藏王菩萨，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有净土，他的净土就叫翠微净土。翠是很绿色的，那微是微妙的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地藏王菩萨呢，是师尊的 brother 啊，兄弟啊。以前啊，每一次要这个救这个地狱的众生，那一定要地藏王菩萨的啊，也就是官房，官房就是他的允许，要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允许。因为地藏王菩萨跟师尊是 brother，像兄弟一样的，所以来去的地狱都很简单，都比较简单。我这一次下生人间的时候，的地藏王菩萨给我一位他的侍者啊，一直在我的身边。那这尊侍者呢，也可以讲他就是我的护法，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啊，他会出现。那么这个侍者呢，也是很微妙的，刚刚好这个瑶池金母跟阿弥陀佛都进入我的这个侍者的心，化成一尊很大尊的大力金刚。那么可以这样子讲，这药师金母、阿弥陀佛啊，跟这个地藏王菩萨啊，三尊合一起来，他就是大力金刚啊，是这样子的。也可以这样子讲，他就是药师金母、阿弥陀佛、莲花童子合起来的大力金刚。啊，这个我以前的本尊也是地藏王菩萨。我常讲三王嘛，三个王，一个是佛王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一个是仙王，就是瑶池金母；一个是地王，就是地藏王菩萨。啊，地藏王菩萨，瑶池金母、阿弥陀佛、地藏王菩萨，是师尊的三个本尊。啊，我有三个本尊。所以莲花童子也等于是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也就是莲花童子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四大名山里面，就是九华山，在安徽吧，安徽九华山啊，它是
有一个叫金乔杰啊，金乔杰，他是在九华山，做道场，以后九华山就变成地藏王菩萨的道场。这九华山来九华山的这个金乔杰是哪里人？是格利亚的人，是高丽，啊，高丽人，他是高丽人。